十九章的签条，分别是从一号到十九号。左拉民进党，右拉国民党，我们是一个中间的力量，所以在这一次我们也非常的幸运，也抽到了三号，这个代表第三势力的一个结合，代表第三势力的一个崛起。总统投三号，那政党票投五号，三五好友前进国会。六号。虽然大家可能觉得新党的人数规模比较小，但是请注意，规模不在重点，重点是在精准打击。新党七号打下民进党，七号一把枪打下民进党。从九号市长，台湾安全，人民有权。我们今天抽到的是第十号，十全十美，实至名归。中间，财团摆两边。我们绿党抽到的是十二号，政党票请投十二，守护台湾就是绿党的价值。绿党不分区，让最了解你的人进入立院，从生活开始改变。